干啥呀？童颜，别装傻，你是不是动手了？没有。现在日本兵都疯了，几级集合了，是不是动手了？你个怂样，没动手就好。一人の兵隊がいなくなったぞ。お前ら分担して探せ。三人一組になって探すんだ。出発。马上叫挨家挨户搜查，到时候别说我没告诉你啊。你是不是动手了？我当你的汉奸去。どのよう町のものもと言いますか。あ、ちょっとどうしよう。あ。太君、来，我给你照照。哦。那那快照照。这不会有事的。啊，这都是我经管的，草是草，料是料。张东，这次你可算是听了话了，没有先杀头。好。你咋进？你把他给的。从现在起。这事儿是咱俩干的。从现在起，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谁跟你是一根绳的蚂蚱？我晓得你，你害我。我在帮你。你快滚吧！我在帮你，不再当汉奸了，帮你当好人呢。你干不干？你滚！好，我滚。我去跟日本人说，你看他信你，还是信我？别！少爷，我是蚂蚱，我是跟你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求求你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你给处理了吧！求求你了，快给他弄上去呀！你给我搭把手，拖着点。快去了，一会儿人回来了。左太公，叶哥，有一位皇军上毛子，出去以后就没再回来。少佐太公认为是你们当中有人杀了那位皇军，谁干的？请他站出来，谁干的？没有哦，
太公，没有，大概是弄错了。そうだったら誰でも知らない。哎，这都是老实人啊，弄错了。小柱啊，老实人啊，赵永生也是个老实人，不像现在这么大的事。啊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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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是三个，你们动的不只是三个，是十个，看你们谁敢先上头！猴子。奴らに教えろ。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。まだ調査がいる。このようなことが発生したら、三人じゃなくて十人だ。我々しっとり殺されたら、お前ら中国人十人殺すぞ。うん？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小爷，你走吧，你再待下去，这儿的天都让你给偷塌了。哪儿也不去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接着整？你今天弄死他一个，他弄死咱三个。你再弄死他一个，他弄死咱十个。这弄来弄去，两家的中国人都把你给弄得死绝了。那就先把日本人都给他整绝了。你说疯话，说疯话了吧？你咋就可能一转眼的功夫就把日本人都弄死绝了？别急，我在想呢。你还真想啊！我原本想着是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把杀我兄弟那几个小鬼子弄死，这事儿就算结了。我现在改主意了，他们都得死。小爷，爷爷，你就是我亲爷爷，可不敢这么想啊！都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这货咋就见了棺材都不落泪？少爷，不想别的了，赶紧先想想怎么把这个玩意儿给收拾了吧。啊，先让他挂着吧。少爷，你算个求你去，干嘛算个求你？我真的很求你。我跪下来，我求求你呀，小爷，赶紧把他给收拾了啊！虽然我胆子小，但是只要你收拾那个玩意儿，我愿意给你搭把手。你赶紧收拾了他吧，让人看见，咱们谁都活不成。你把他弄去了吧。我一个人，我咋去弄那个？你走吧，我一个人弄。你一个人成？行，回头让你搭把手。他要诈尸了，再给你吓死。你一个人真成啊？这外面都是日本兵，你要把那个玩意儿弄到哪儿去？我让你弄，你不弄，
我一个人弄，你又不放心，你想咋？那还是你一个人走吧。小叶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收拾完了那个玩意儿以后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哪儿都不去。 出去！我想到了一个招儿，剩下别说，赶紧出去，让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一定出事。那我回去等你，快点，走走走，出去。 上事儿来，过来呀！我不进去，我怕那个。死个人把你吓成那么个怂样儿！你收拾了没有？收拾了，早收拾了。你收拾在哪儿了？你在你屁股后面。我让那马天天踩它，拉它尿。你小子还真有本事。 正事来，赶紧说。我想那个招，能把这小鬼子一勺全给毁。来，到里边来说。没事儿，就这说吧。那你赶紧说。你先想个办法，给我弄到伙房打杂去。那伙房干什么？你出入方便，再给我弄半斤砒霜。你要偷，要偷毒啊？为什么我动刀了？ 这把绝皮霜的上哪儿弄去？这个事情还是干不成，干不成滚！我一个人弄，明儿我就把它挖出来扔你们家门口。这不是你去，俩俊娘说清楚的。晚上我来找你吧。你不会跑吧？我跑？我还往哪儿跑？我他妈天底下最笨的人了，我都把你领到我家去了，我还跑？晚上，我找你得商量吧。这么着急找我来，是不是对面有啥新动向？你们是不是又派人打进去了？没有啊。这几天粮站的戒备特别严，每个岗哨哨都加了双岗。我一打听才知道，前几天那里边杀了个鬼子，那个哨佐为了报复，还杀了我们三个中国人。这里边就包括我们好不容易安排进去的内线。 查出来是啥人干的了吗？没有。那会是谁呢？你让我来。哦，你交给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。啥情况？那个办杂事当翻译员的叫胡进才，是本地人，他的住址我也查着了。这个人没什么劣迹，还算老实。
倒是个突破口。好，你把他约出来，我单独和他聊聊。这事儿得抓紧了，山里面快断顿了。你说的那个是？你说那个事，我想了一白天。 成倒是成，但是我没把握把你弄到厨房里面去。你这跟没想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那区别大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即便是我把你弄进去了，你把皮床也下上了，但那日本兵他不是喊一二三一起干呀，他总有个先有个后。 啊，最起码那站岗的他就没吃，吃了的也有吃的多，也有吃的少。到时候吃的少的，疼得捂着肚子满院子跑，那站岗的看见还不把咱俩都给杀死了？所以我才让你想个办法，让他一二三一起吃下去。那我想不出来。行，你想不出来算了，我自己整。 你就把那半斤砒霜给我弄来就行。走走走走走走！我说你这个货，你咋就有眼不见了？我没法进油盐，因为我快疯了，疯了，知道吗？疯了！知道知道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还知道，我碰上你我就跑不了了。哎呀，小爷，我这心里头我也不喜欢日本鬼子，我也怕这一觉醒来日本鬼子统统都死光。 没死的也都偷偷回到老家去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，黎明百姓安居乐业，我老婆好走，热炕头我不没钱。但现在这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哎，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就不能生来。生来的话，搞不好你我都得死。我死了不要紧，那我婆姨、娃娃。 他们靠谁了？你要是死了，你父母、兄弟、姐妹，他们都靠谁了？所以咱们不能急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来。头一步啊，我先把你弄进厨房去。第二步，我再找个什么借口，像聚餐啦，谁谁谁过生日啦。 把那些日本兵给他们都聚齐到一块儿，你把砒霜给他们下上。到时候，即便有几个在外面没吃的，你的身手，统统把他们干翻。嘿嘿，这就叫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啊！成，那就按这个来。好，我做了啊。哎，你不会哄我吧？ 我要是哄你，天打五雷劈！而且你这忙我还非挖不可了，不让我挖都不成啊！那个玩意儿，你真埋那儿了？就埋那儿了。真的？要不你去挖开，你看看。啊，不用，挺好。 相识了，没想到吧？啊，这位兄弟，钱进去吧，回头到我屋里来结账哦。好嘞，傻了吧？
我救了你的命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你还骗我？你不是说回家看你娘了吗？我知道这事儿，我不应该骗你，但我绝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。知道就好。 长话短说，我们盯这个粮站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因为你要报私仇，坏了我的事。我主要是不知道你要打这粮站，我呢就想着给我那兄弟报了仇，报完仇我就回去找你，接着报你的恩。真的假的？骗你，我是孙子。我信。先不说这些。 先说眼下咋办？你是不是还想耍光棍啊？凭一己之力给你兄弟报仇啊？借刀杀人这事儿我不干，这不是刀客干的事儿，这你也知道。我要是真想借刀杀人，当初我就跟你说这事儿。这个粮站这几个人，在你眼里应该不算个事儿吧？山里快断队了，我想要粮食，你要人。 今天咱俩差上了，要么你给我搭把手，要么别挡我的道。这两条路，你选一条。再商量商量。没商量。我给你搭把手，粮食归你，人你给我留着。你让我咋相信你啊？ 你是一根筋的人，独来独往惯了。你脑子里有这个全局配合、整体协作这个意识吗？你有吗？我知道，你是那种写一上头、一拍脑门就整的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也和你一样。你说，你让我咋相信你？你都不信我，你还问我？那你说吧，你说咋整？我听你的。 这次，你能不能先忍一忍，给我让个道？别在写上头坏了我的事。你要是给我让了道，就算把我救你的情还了。我咋弄，会让胡进才告诉你，都不瞒着你。真动起手来，你要是能帮上忙，那就更好。行。 我应了人家的事儿，到死都不能反悔。这中间不管发生啥事儿，这是咱刀客的规矩。你要是变了卦，我能让你生，也能让你死。 你就是我活祖宗。别，你是我爷爷啊！你是我最小最小的爷爷，小爷。你就是我活祖宗。别，你是我爷爷。哎，行。你怎么还答应了？谁让你非得叫的？哎，你既然要杀日本人，你咋就不直接去找马队长呢？他专是干这个的，就好像我要找人押镖，我就去请你刀客，一个道理。北兵有头，债有主，我自己欠下来的债，我找别人帮忙，能成啥呀？
你们这些江湖的规矩，我是搞求不懂。可最后，我不是还是认了？那不一样。大哥要办事儿，这面子得给，所以梁归他，能归我。哎，这说来说去，我是最吃亏的那个。你看啊。 我救了你的命，我还要跟着你大进水。自从你来到我的娘家，我就没睡过一个正觉。老怕你写上头，惹出祸来，我是彻夜睡不下，是夜睡不着，惹都受了一大圈了。回到家里，连租子我都交不上。回家，找啥租？当然就。 这个闯荡江湖，我不如你懂。说到饮食男女，你可就不如我了。好了，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能降得住你的人，我这可心放回肚子了啊！你赶车吧，我打个盹。 走啊，走啊！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走！是你找我吗？你是杜兰云。 是八班叶主任让我来找你的。啊，进去说吧。实在抱歉啊，我这里只有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因为38军是杨将军的嫡系，大多数都是陕西的子弟兵。 所以很受皇部系的排挤。嗯，委员长答应的枪械配给越来越少，尤其是38军交大队，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，他们处境非常危险。组织上想让你尽快过去，了解一些具体情况。让我过去？是的。可是我现在手上有一批枪械马上就要交上去，怕是走不了，还有其他人选吗？但是只有你的身份是最合适的。虽然拱拱合作。 现在表面上看是在蜜月期内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防。我们非常想知道马队长的真实情况。我们在教导队里的骨干太多了，那都是我们经过多年培养的军事人才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把手上的事情收拾一下，尽快过去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老板，货到了。哎。 活儿也不算重。
每天就做三五十个人的饭，酒馆吃小饭，士兵吃大餐，那些个中国人了就跟着吃大餐。刚才那俩厨子是不是马队长的人？说吧，准备咋弄？马队长说过，到时候有办法让你通知我。 就在这几天动手，还是在饭里下毒？咋样？跟我当初说的一个样。说具体的。3天以后，日本兵有一个分队要到后宫去弄粮食，到时候我就管最大限度的把剩下的日本兵轰进食堂。你管看住门，等到他们都喝了毒药以后。 那就发火，马队长他们就从外面打进来。哎，你说这个事能成不？怎么不成？我在家可是连杀鸡都杀不了啊！一刀下去，没有头的攻击，喷着血满屋子泼特，那可是。 几十号日本兵啊！还总不能喊着一二三一起喝那个毒药，到时候又咸又厚，这边都翻了白眼了，那边还没吐白沫，这不就乱了一个了？咋没干就怂了？秘书，整。 我操！现在是正完了以后咋接着？这俩炸的差事算丢了。我带着婆姨、娃娃，我们吃剩。还吃个穷活？没了，你就跟我回潼关了。你现在啥都别想，就想着怎么能把他们骗进去。我就管怎么能让他们别出来。啊，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。 对不起，大姐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大姐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大姐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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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行动前，我一分钟都不会离开这儿。他要是敢擅自行动，我自有办法收拾他。
你赶紧回去，把他给我盯紧点，没有啥特殊情况，就不要过来了。哦，那坐呀。好。啊，慢走啊，老板。狗日的，啊，就是群废物，让你们干啥你干啥，给你口吃的你们哪儿都去了，啊？ 知不知道？那也是群畜生，跟你们都一样。听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我他娘的给我大义灭亲，活着他们往沟里，活着他们往沟里蹦，摔死一个少爷！你第一个，躲什么？你第一个，我要不是因为我大哥。 我是冲第一个，真的。嗯，你说的对，赢了咋了？赢了也能反悔啊！我听你的，我现在就去弄死他。哼，刀客就是刀客，只有刀客才知道刀客到底是咋计下的。 马队长说的一点没错。他说啥？哎，你见过马队长了？来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来嘛，我现在个地方够用的。他说啥了？哎，小爷。 你不要生我气啊！我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要先上头了，所以我就去找了马队长。跟我说，你非要这么想，那就算是吧。但我是为你好，我怕你误了马队长大事了。他说啥？ 马队长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他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外面盯着你。但凡你有一点些上头，他就进来把你弄走，然后把你绑在外面，让你看着。他把粮食弄走以后，还把你想杀的那些鬼子都杀了，包括那个少佐，哎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这马队长原话，我一个字没变过。” 行，他比我狠。你咋干这他妈的汉奸干惯了，跑腿儿传话，你怎么这么快？我那不是你们谁我都惹不起吗？那从今天起，你陪我住着，我万一一起上头呢，你得拦着我呀，对不对？ 五百上铺陪你睡这儿，多好，三人热闹，还有谁？秀儿，秀儿，啊，寒いな寒いな、久しぶりの風呂だ。 啊，いいな。お疲れさん。唉，也不知道咋整的，我这几天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这样。 你抓紧时间，把埋伏在四周的战士们都调过来，以防不测，越快越好。好。